快说。我错了。我错了。我保证。我保证。疫情期间再也不到棋牌室打麻将了。疫情期间再也不到棋牌室打麻将了。不行，第一个生意不够响亮，第二个口碑还行。想不到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听国歌，已经来了几十辆警车了，武警也来了。这种是连床都还没有支起来的，你家就直接。